垃圾收费出笼有九种垃圾袋，最平3毫子，系咪收得合理？新盘即日沽清，大把人唔理楼价照入市，楼市疯狂失控。香港郊野毒草常见，连断肠草都有，食咗真系肠穿肚腩，马上东张西望。欢迎收睇《东张西望》。咦，今日天气都相当唔错下，阳光普照得嚟，最高温度都有成27度啊！今日就系咯，琴日咧我出席一个户外活动，去宣传交通安全嘅重要性嘅时候咧，就成个晏昼都落雨。今日咧就成日都喺室内对住你嘅时候先阳光普照，真系天气的错啊！其实天气冇错，反而有问题嗰个应该系你啊！点解系我嘅问题呢？你的心態咪同嗰啲啊打波先嚟落雨，空肚先冇早餐食咪一樣？其實咧，學黎明話齋，激氣過後諗翻轉頭，只不過係芝麻綠豆嘅小事啫。咁我想請教一下啦，垃圾徵費係邊個嘅問題啊？都話唔係問題咯，應該係大家嘅責任啊。你啱。家居垃圾每日都有，有啲仲用唔同嘅胶袋装住。不过呢啲情况迟啲可能就冇啦。事关今日政府已经公布垃圾征费详情，家庭住户抌垃圾就要买专用嘅垃圾袋啦。今次政府嘅计划入面有九种垃圾袋，分别为3、5、10、15、20、35、50、75同埋100公升嘅容量。而我面前呢几款咧就系之前政府嘅试验计划当中嘅试验袋嚟噶。咁例如啊呢一个最细容量5公升嘅垃圾袋。大概咧就可以装到咁多嘅厨余嘅，不过谂大家最关心当然咧就系价钱嘅问题啦。何生啊，其实咧呢啲唔同嘅垃圾袋啊，收费方面系点样咧？嗱，我哋都聽到政府咧今日都有一啲嘅公布啦。咁其實咧5公升咧，佢哋而家建議咧就係6毫子一個嘅。咁至於咧10公升咧就係個一嘅。個一。而大啲15公升咧就係個七嘅。哦。咁其實每1公升咧就係0.11嘅價錢咁樣嘅。照計1毫11公升唔算太貴，但係呢啲膠袋咩垃圾都抌得，要抌大型啲嘅垃圾就要付出多啲錢啦。想慳錢啊，就減費啦。$50喎，我夠一餐餸啊，姐姐，你估真係講笑啊？佢收$几十嘅話，對我哋可能中產嘅市民可能就冇乜嘢阻嚇力咯。你自己支唔支持啊？如果我就暫時保持都唔係咁支持住，而家都係。點解原因係咩？因為其實都未試過咁樣抌垃圾都要俾錢嘅，而家都係。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有环保人士就话欢迎计划之余，都希望加强监管。呢个价钱已经算是偏低的了，即系我哋觉得诶唔可以再低的了。咁当然，如果佢系最终嘅立法，如果系可以稍高啲咧，我觉得嗰个嘅经济诱因会更加大，咁令到咧多啲市民去改变佢哋嘅生活习惯，同埋做好回收嘅工作嘅。咁你又觉得呢一个计划咧可唔可行啊？如果有咗呢個垃圾收費，再加上政府咧嚟緊都會配合，譬如佢會設立一啲熱線啦，跟住會有啲嘅巡查隊啊。如果有啲黑點啊，佢哋都會做一啲突擊嘅巡查啊，會去檢控。咁有咗一啲監管，咁其實大家就會唔會話以身試法，為咗嗰一個幾毫，咁跟住就無端罰咗1500蚊，非常之唔抵。我處理唔要嘅垃圾咧都有一手㗎，就好似啦嗱，大家見到我哋而家用嘅稿咁啦，嗱雖然雙面咧已經印刷咗㗎啦，但係咧我每次做完直播之後咧都要攞佢哋翻屋企㗎，因為最少咧仲有2個用途㗎，我就放佢哋咧喺我嘅3個鸚鵡嘅籠底下低，一來咧就可以教佢哋讀書認字，二嚟咧就方便執走佢哋嘅便便啊！嚇死我啊！謎團終於解開，因為每次咧收廠你都急急腳腳搶咗我一份稿，我以為。唔通你好留戀我掂嗰份稿嗰啲氣味？唉，諗多咗，諗多咗。其實唔係諗多，我反而係諗唔明啊！事關咧亞洲好多地區，例如係日本啊、台灣啊，佢哋搞啲垃圾分類啊，已經搞咗好多年，仲搞得好好。但係香港貴為國際大都會，搞咁耐都好似搞唔掂咁嘅。我都有樣嘢唔明啊！我哋香港咧成日都排全球第一位啊！講緊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嘅樓價。正当好多人都大声上唔到车，但啱啱嘅周末，深水埗同将军澳两个大型新盘竟然即日迅速沽清，楼价贵到离谱啊！不过仍然大把人等住入市，这个楼市真系太疯狂啊！
位于南昌站上盖的新楼盘在开售第一日309个单位已经全部沽清，上星期再加推105伙，楼盘平均尺价亦由大约18000元上升到至21000元，成为深水埗区的楼王啊。虽然加推了的开售期还未公布，但现场所见来看楼的人都不算少、哦、不过楼盘早前销情热烈，其中更有本地家族客一次过大手入了11伙，大单位会用来自住，小单位就用来投资，那就即是炒。有些人即一次过买11伙用2-3亿，很明显这些就肯定是投资的。即我自己认识很多有钱人，你说真的有几亿身家的人怎么会住在南昌这些地方，即我相信这些就是投资，可能他觉得栋楼有机会有升值潜力或者收租这样。另一个热卖的新楼盘就在将军澳，首两批480伙的单位旋即沽清，发展商建势今个礼拜三会再加推，平均尺价10000元左右，比起首轮已经加价2-3%，但系都有成过千个登记，卖楼气氛热到大家都停唔到手啊！新盘销售气氛高涨，同期另外两个新楼盘亦录得不错的销情。位于马鞍山的新楼盘在接受登记第一日已经超额认购，于是乎再加推，平均尺价大约15000元到，这个价相对同期新楼盘原来叫做低，所以都吸引到不少买家准备入市噶。有冇打算买啊？年底啩。边个单位特别好呢？三房就着数啲，价钱平啲咯。如果屋企大嘅話，就4房嗰啲都係，整體價錢都偏低嘅。出邊都講緊都18000嘅，跟住最平都12000咁樣係。考慮一下先至。要比較翻其他，因為比較遠，我翻工喺廣東南邊嗰邊。另一个位于启德的新楼盘亦即将开售，我哋见到嚟睇示范单位的人非常多，逼爆售楼处。截至寻日，楼盘收到的登记比推出的单位差不多超出成倍，平均尺价就大约19000元，亦成为呢区历年嚟最高的首批平均尺价。楼盘将会在日内公布销售安排，到时会不会又再掀起疯狂抢购潮呢？有些问啲买家，他说他自己都不太理智啦。咁其实有少少受过市场气氛影响啦。始终个楼市我哋叫做在牛三个阶段啦。喺呢个阶段，其实大家都好啊，即系好个气氛好积极啊，觉得个市啊有排升啊，唔买就笨啦。变咗我谂，大家都是被呢种市即系个气氛去影响咗啦。即系呢个气氛咧，暂时好似越吹越旺咁样。我谂即系有啲嘅投资者又好，或者系买家都好，都可能呢啲唔理智嘅阶段都可能维持一段嘅时间啦。咁变咗。繼續都係個氣氛會比較即係積極啲啦，即係或者叫黐線啲啦咁樣啦。由上星期開始咧，我對買樓嘅睇法咧又有少少嘅改變啦。因為家陣咧，除咗睇價錢之外咧，其實好重要睇埋個地點啊。因為咧，有啲人話天水圍咧就比較遠。係啊，據聞咧天水圍遠到啊，一諗起都覺得攰啊。咁當然有人唔認同啊，就話天水圍都唔係好遠啫，從灣仔出發去到半個鐘頭就到噶咯。哇，半個鐘頭嘅車程其實都可以做到幾多嘢下，例如一邊食下薯片啊，攞罐奶粉嚟開啊，我嚟飲下奶，甚至咧買杯咖啡應該掹掹緊夠時間嘅。而家飲咖啡唔係計遠同近，係計高。低嘅未聽過咯，你買咖啡計平貴啊，計高度未聽過。喂，可以上去咧依個咧高550米嘅山嗰度飲，可以考慮下。即係邊度啊？即係睇夜景好靚嗰度。陳展鵬山頂約會被撞破，哇！呢單新聞夠曬震撼。展鵬同落選港姐善文由山頂約會被記者撞破，揸車離開時更同記者車碰撞。前日朝早，展鵬上北京拍劇，當面回應，直言善文由免費幫佢設計造型，當晚只係傾公事，唔係談情。大家睇到啲相，知道我架車其實泊咗喺正中間，正中間嘅位置就唔係啲咩偏啊側邊嗰啲位置嘅。咁亦都睇到啲相就覺得我好似好驚恐俾人影咁樣，我都知道自己公眾人物都有責任嘅。洗版，跟住我啲朋友又問我：喂，點解搞到咁大件事，好似撞車咁啊？好似要逃離現場咁啊？其實當然啦，後邊仲發生咗好多嘢嘅。我自己喺嗰晚我就去咗灣仔警署度落案嘅，因為其實。後面早啲嘢發生咗，都冇嘢。傳聞展鵬同善文由約會已經有半年，但係占平啲 fans 似乎唔多手落喎，喺網上面留言鬧爆，善文由慘成戰吧。
我覺得就係要大家明智啲啦，同埋即係消化咗件事，睇完啲相，即係我唔係需要辯，我唔係想辯護，但係即係你明白噶啦，記者影得出嚟、擺得出嚟嗰啲相，一定係最爆嗰啲相嚟噶啦。咁爆極都係咁樣，咁我覺得就唔需要再解釋咁多啦，大家會明白嘅。公司想你低調啲啊？其實一路以嚟公司都冇要我任何低調，我一路都講我話冇諗過唔拍拖，我都係人嚟噶嘛。咁我邊有時間啫？即係喺呢一兩年邊有時間啫？咁啊，市民又係咪你理想對象啊？考唔考慮？咁我諗識咗呢個朋友咁耐，即係可以做到 stylist 又免費咁幫我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好心地嘅女仔啦，係咪？咁其實我諗要睇緣分啦。香港郊野毒草常見，連斷腸草都有，食咗真係腸穿肚腩，轉頭東張西望上山揾毒草。不少人都喜爱自己上山采草药，不过好多植物外形相似，分分钟摘到嘅唔系草药而系毒药，到时服药变得服毒啦。梁先生平时好中意四处揾下山草药，佢住喺大埔，屋企附近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。哇！嗱，呢啲系鸡翅藤啦。嗱，我呢就细细个咧就跟住阿爸阿妈咧就上山去睇鸡翅藤，其实呢个鸡翅藤咧就好容易认嘅。啲葉咧就一對一對咁打孖生嘅，不過最緊要咧要搣佢出嚟，要聞到啲浸味，係好獨特嘅。我都成日摘翻屋企整餅俾啲朋友啊，同埋屋企啲人食嘅。不過個作用咧就係清熱解毒嘅。喺呢度艾草啦，就其實就好容易認嘅。搣出嚟睇到嘅話咧，就好多叉嘅，就可以好靚嘅，用嚟煲水沖涼嘅，就佢皮膚病各方面都好嘅。梁先生会用啲鸡屎藤嚟整饼食，至于艾草咧就攞嚟煲汤饮。食咗咁耐都一直冇问题噶，不过有一次系因为摘错其他草药而差啲出事啊。都试过一次咧，就啲感冒草咧就摘过一次咧就正在有啲头晕，不过好彩咧后来都冇事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啲草一唔认识嘅嘢咧都系冇乱摘。梁生所讲嘅感冒草系呢一种学名叫做水蜈蚣嘅植物。中醫認為佢有疏風清熱、解表、止咳化痰等功效，一般用嚟醫治風寒感冒。由於外貌同好多山草藥都好易混淆，梁先生之前就摘錯咗一種同佢好相似嘅野草啦。據統計，喺香港呢一個小小嘅地方，有超過3000種植物，而證實有藥性嘅咧就大概有1600種，即係每兩棵植物就有一棵可能係山草藥啦。其實咧，香港咧都有好多種山草藥嘅。咁周圍咧，我哋都去見到嘅，嗱啲又有幾種啦。劉博士研究咗山草藥差唔多40年，平時會開班帶學生上山認識山草藥。原來喺香港嘅山邊啊、路邊啊，都有唔少帶有毒性嘅植物，而且毒性仲一啲都唔嘢少㗎。3000種嘅咩？呢個咧，你估係咩嚟嘅呢？哦，呢棵我知，係芋頭。啊，冇錯啦！呢個就芋頭，我哋有啲家户係我哋平時喺市場買嘅芋頭就係佢啦。不過咧，我見到嗰度有棵巨型芋頭啊！嗱，呢棵咧就唔係芋頭嚟嘅，呢棵個名叫海芋。海芋咧，嗰啲嗰個根咧係唔食得嘅。咁如果食錯咗會點㗎？食錯咗嘅話咧，條脷會有麻痹、腫脹嘅情況，有陣時會連及咽喉位添㗎。芋頭同海芋咁似樣，我哋可以點分啊？哦，有一個好簡便嘅方法，只要你有少水咧，我就可以示範俾你睇噶啦。水，哦，我有。即係請你俾少少我就喺呢度示範一下。就如果係加護咧，如果你倒少水落去咧，呢啲水咧濕唔到個表面嘅。個原因咧，個葉咧就生咗好多幼細嘅毛，啲毛咧就撐起啲水珠，咁啊令到佢就濕唔到個表面嘅。如果個海芋咧，就冇咁嘅情況，所以啲保護咧，你倒啲水落去咧，佢就會濕到嗰個表面嘅。这个名字叫斷腸草。斷腸草啊，今次冇合片裡面嗰啲毒藥嘅。係啊，佢就係有大毒噶，甚至少量咧都可以致人死命噶。哇，咁危險啊！但我望佢個樣咧，同普通嗰啲植物冇乜分別喎。佢嗱，佢同香港都常見嘅，用金花同埋有個金銀花啦，都好接近嘅。個分別咧就在於咧，斷腸草嘅葉咧大啲嘅。
卵形嘅，即係好似個雞蛋咁樣嘅。佢個葉尖咧有尖嘅。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斷腸草入咗人畜嘅腹部之後，就會黏住腸臟，半日條腸就會又爛又黑，所以叫做斷腸草。佢含有一種神經毒素叫做歐文毒素，咁歐文毒素咧係會令到我哋人嘅神經咧系統有破壞，咁食咗落去之後咧嚇，好快一兩個鐘頭之內咧，先係會腸胃唔舒服啊，暈得好犀利啊，嘔得好犀利啊，有時咧會有重影啊，睇嘢蒙啊，甚至耷眼啊，跟住咧佢會慢慢會唞唔到氣啊，手腳冇力啊，嚴重嘅咧可以唔識呼吸、死亡咁昏迷啊咁樣。香港的郊野行山徑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植物，部分植物可能含有毒性，小心隨時中毒啊！咁呢一棵啦，我哋叫臘黨花椒，咁咧非常之易認嘅，因為樹幹啦就有很多刺嘅，所以個臘啊，係啊，啊個臘好好尖㗎，係喎，係啊，咁咧同埋見得到啦，佢啲葉啦好細嘅，佢同我哋平時食川菜花椒啦都係咁樣寫法，個果實都非常之相似嘅。但呢一棵辣黨花椒嘅果實咧就有毒嘅，係，所以係唔可以食用嘅。至於另一種郊外常見嘅有毒植物就係馬英丹。馬英丹啦，佢開啲花啦，就係啲黃色同埋紫色花。咁咧，馬英丹係一個冬天啦都會開花嘅植物嚟嘅。咁佢對於呢啲過冬嘅蝴蝶啊好重要，因為佢係嗰啲蝴蝶嘅蜜源植物嚟。認馬英丹咧好容易，你記得啊，佢嘅莖部啊非常多刺嘅。係喎，小心啲啊！係啦，同埋咧，佢同我哋平時見嘅植物都少少唔同嘅。佢個莖部咧，你見到啊，唔係圓形嘅，係正方形。同埋你見到咧，佢個葉咧捽上手咧有味嘅。佢另一個名咧，啲人咧叫臭花草啦，係啊，好臭啊！係啊，嗰陣幾強烈嘅嗰陣味係。咁呢棵嘢咧有毒嘅，係啦，咁唔使嘅，冇事嘅。佢毒喺邊度咧？佢毒咧就係啲果實，係啊。有些書寫就話連佢個莖部都有毒嘅，係有些資料顯示啦，喺五六十年代時間咧，香港有些小童啦誤食咗果實而死亡嘅事件嚟。香港中毒諮詢中心喺2013年至2015年一共接獲26宗採摘植物中毒個案，過往不時都有市民因為誤服有毒植物而中毒，甚至有死亡個案，所以一旦誤食就要盡快睇醫生啦。治療咧都盡量咧喺最早嗰一兩個鐘頭之內咧，我哋可以俾啲活性炭佢，等佢喺腸胃裏邊仲未吸收嗰啲可以去吸到啦。但係如果入咗吸收咗之後嚟到醫院咧，其實我哋冇特別嘅解毒劑嘅，都係支持性嘅治療啦。即係如果佢嘔得犀利，俾啲止嘔藥佢啊；肚痛啊，俾啲止痛藥佢啊。咁如果最緊要佢唔識唞氣嘅話咧，嚴重到唔識唞氣嘅話，我哋就俾呼吸機佢幫佢唞氣啦，令到佢能夠即係繼續生存啊，令到嗰啲器官可以保護器官咧。咁佢等慢慢身體會將啲毒排翻出嚟咧，佢一兩日鐘之後咧，佢就會復原嘅。去郊外除了驚毒蛇的同時咧，咁要驚毒草啊！點解我要講毒蛇呢？事關咧，最近咧喺網上看到呢一張相啊，哇！見到條蛇咧就纏住個單車啊，咁識睇一定睇呢個留言啦。有網友話：哇！呢個單車應該好安全，因為冇人會偷。事關冇人夠膽偷啊！我唔想睇啊，好驚蛇噶，我單車都唔要啦。哦，冇事，你放低隻手啦，你睇後面。啊，冇咗啦，張相啦。喂，但係你真係好驚嚇，但我想問咧，你會驚咧真正嘅毒蛇多啲啊，還是係驚嗰啲人咧笑騎騎放毒蛇咧？係咪即係你而家個表情啊？傻豬嚟嘅，我哋嗰啲咧唔怕超近鏡，因為尚算行得正騎得正嘛，都正氣下嘅。Sorry 喺我心目中正氣嘅只有一個啊！你唔好講嘢啦，係宇宙最強啊！你要講佢同我比，擺明屈我機啦。見到子丹，你不其然會叫佢一聲宇宙最強啊！仲有可能會諗起葉問師傅，子丹終於會第四度扮演葉問啦！再咁落去，葉問真係分分鐘同黃飛鴻睇齊，長拍長有啊！大家都好想我再回歸演呢個人物角色啦，所以電影公司就鋪佢出嚟，導演又要將個劇本捽靚啲先啦，捽靚啲先啦！我諗最快都要喺明年嘅出年嘅年頭。因為劇本未寫，真係唔係好清楚，真係呢啲由完全係由導演同埋老闆佢哋決定啦，打乜都得啦。子丹 man 到爆，至於佢就好少女啦，冇錯，佢就係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啊！一集輕紗長裙咁飄逸咁有青春氣息，我都好 like 啊！
今日要迎合翻個主題，所以都諗過一下。但係平時你著呢啲舒服啲咧，定係著比賽嗰啲衫咧舒服啲咧？著呢啲就感覺開心啲咯。係、哦，反而係啊。係啊，因為似女仔多啲，同埋最重要嘅係出街冇乜人認得我。啊，即係咁樣，反而冇人認得你。啲人會當普通女仔咁樣，就立下眼就算啦。校長加肥媽加 L 不歐，成班唱家班聚埋一齊，又大開金口啊！咦，不過聽唔到歌聲嘅，原來係賀好朋友牛一私底下唱咋。雖然唔係校長生日，不過校長都有個心願，就係希望廣東歌可以再次抬頭。因為我哋廣東歌曾經何時喺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初，都係所有全球嘅華人樂壇都係由嗰啲信息都係我哋嗰度發出去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到今時今日，咁我哋一定要即係揾多啲人出嚟培育多啲嘅台前幕後嘅精英，再將我哋廣東歌發光發熱。校長咁支持廣東歌，當然得到大家讚好啦！我都撐啊，因為我都係聽廣東歌大家。個歌詞咧，你仲加會去搭真啲個歌詞。其實我哋廣東歌嘅歌詞係到位到不得了嘅。因為我喺呢幾十年來咧，都係致力即係主要唱廣東歌，同埋即係推動廣東歌咧，包括喺電台啊、電視啊、錄唱片啊，或者去栽培一啲新人啊，咁都希望係將呢啲廣東歌去傳承啦。今日華語影壇痛失一位前輩，就係有影壇長青樹之稱嘅李麗華，傳出佢逝世嘅消息，享年92歲。李麗華從影40年，主演嘅電影多達140部。16歲嘅時候已經憑電影《三少》飾演秋香一角而一舉成名嘅。佢擁有一副美麗嘅面孔，外形標緻，戲路都好廣闊，反串過小生添，仲曾經兩奪金馬影后。係啊，2015年咧，佢榮獲第52屆金馬影展嘅終身成就獎。當時嘅頒獎嘉賓咧就係成龍大哥，而喺2016年咧就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嘅終身成就獎。相信大家會永遠懷念同埋記得呢一位前輩對影壇貢獻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啊，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東張西望，拜拜。3月木棉盛开，在香港哪度上木棉最有 feel？ 今年木棉出现反常，原来隐士生态危机，留意东张西望。